开心啊，刚刚磨了半天工作人员才有时间跑出来。我现在来到了一家百年历史的药妆店，听说科学家爱迪生、大文豪马克吐温都来过这家店买过东西哦。上世纪纽约有很多名媛熟女都指定用他们家的产品，现在好多欧美明星也会光顾，所以本博对这家店已经垂涎很久很久了。他们家的产品主打天然温和，而且有药物成分，从身体护理、护肤到男士护理啊、香水、母婴护理，很多很多个系列。